现在我们开始教学一段太极拳。什么是一段太极拳呢？它的准确名称应该是中国武术段位制初段位技术规定教程一段太极拳教材，很长的一个名字。中国武术段位制是中国武术研究院和国家武术管理中心为全民武术锻炼而规定的一个等级制度，它根据申请人参加武术锻炼的年限、技术水平、理论水平、武德修养、对武术的研究成果和发展贡献而授予不同的等级称号。中国武术段位一共分为三等九级，一段到三段为初段位，四到六段为中段位，七到九段是高段位。每个段位都有一支配套的规定技术考核的教材，这个教材具有很强的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由专家组成的考核审核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我们现在要学的一段太极拳，就是为初入段位的太极拳爱好者而规定的太极拳规定考核教材。现在我们先请大家看一下一段太极拳的全套示范演练。示范者是全国武术比赛太极拳冠军获得者、世界武术锦标赛太极拳冠军获得者邱慧芳老师。
段太极拳共有十个动作，全部采用杨氏大架太极拳。大家可以看到这套太极拳练起来轻松柔和，均匀缓慢，像行云流水一样绵绵不断。针对初学者，易学易记，循序渐进，打好基础的要求。这套太极拳有这样几个特点：一，内容精炼，重点突出，重在基础训练；二，动作柔和平稳，男女老少、体质强弱都可以参加锻炼；第三，它与二段太极拳和三段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风格要领一致，便于衔接过渡。为了向全民更好的开展太极拳锻炼活动，国家武术管理中心决定把每年的五月作为太极拳锻炼月，大力推广一段、二段、三段的群众性的太极拳锻炼。由于一段太极拳除了起势和收势之外，主要有八个动作，所以人们习惯上又把一段太极拳称为八式太极拳。现在我们就开始不动不势的来进行学练。第一动起势，先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动作的完整示范。预备式，一起势，起势这个动作很简单，但是很重要。它体现了太极拳的基本身形要求和步行要求。在练习之前预备式的时候，身体自然放松，并不直立，精神集中，眼睛平视前方。起势，一左脚向左分开半步，两脚平行向前，与肩同宽；二，两手慢慢的向前平举，与肩同高。达到这样高度的时候，然后腕子微微往下一沉，指尖斜向上方，五指自然伸直分开。三，屈蹲，按掌。身体端正的蹲下来，放松的蹲下来，好像端正的放松的坐在自己的腿上。两个手呢也从肩前下落到腹前，好像落到前面的桌子上，眼睛仍然是向前平视。这个动作告诉我们，打太极拳要保持一种放松端正的身形，胸部不要紧张，不要外凸，肩也不要上耸，要沉肩舒胸，也有的人叫做含胸，不要像练长拳一样，而要疏松自然，顶头直下，身体呢处于一个协和自然的状态。练起拳了以后，你看你仍然保持一个端正疏松的身形，不要
潜伏、后仰、歪斜、挺胸、紧张。动作简单，但是它的规格要领体现在所有的动作之中，体现在太极拳基本的实行要求。我们说，它还体现了太极拳对下肢的要求，就是两腿屈膝蹲坐。太极拳绝大部分姿势是屈腿落胯，重心下降，端正的坐在自己的腿上，或者两腿平均承担体重，或者是一条腿承担体重，另外一条腿辅助，或者是把另外一条腿提起来，一条腿单独的承担体重。总之，屈腿落胯还要保持体静心松，这是对太极拳的下肢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我们武术的术语叫做要打好桩步的基础，就是腿有足够的支撑力量。那么屈蹲的高度要因人而异，对于初学者来讲不必蹲得很低，但是桩步腿部的力量很强的人，他们会姿势放得比较低，腿呢也会收起来不再点地，提起来悬空。那么但是我们一段太极拳针对初学者的现状，我们收脚的时候要求脚尖点地，给予一定的辅助支撑，这也是一段太极拳教材的特点。如果是对于我们有水平的运动员来讲，如果收脚以后脚尖点地的话，那叫做辅加支撑，也要扣分的。当然我们一段对于一段太极拳的初学者是常常是我们在后边发现是可以给予一定的辅加支撑的。下面请大家随着我们在我们背后分动慢动作，再把这个起势练习一下。请大家预备好，身体自然放松，起势，一，左脚开步，二，两臂前平举，三，屈蹲按掌，好，收势，轻轻的站起来，垂手，收脚，请大家随我们再做一次，起势，一开步，二，两臂前举，三，屈蹲下按，好，起立，垂手，收脚，还原成预备姿势。我再提示一下，做这个动作的要领，最关键的是要保持放松和端正。常常是，当你下蹲的时候，腿部吃力的时候，你不自觉的就要紧张，就要发生俯仰歪斜的现象，或者是挺胸憋气。你要很好的调整自己的身体，赶紧放松下来，把腰身调中正，
要学会调整自己的身体，处于端正放松的状态。通过起势练习，你可以养成这种习惯，同时还有逐渐增强腿部的支撑力量。下面请大家看一下第二动卷弓式的完整示范。预备，一起势，二卷弓式，是第二个动作叫做卷弓式。什么是卷弓式呢？弓就是弓骨，也就是胳膊，代表你的胳膊。卷是弯曲卷收，说白了就是弯曲你的胳膊，然后再向前推出去。准确的呢，应该说是卷弓向前推打，先把胳膊弯回来，再向前推出去。这就是这个动作的主要手法。那么，请你看我第二动的分解演示。第一动屈蹲按掌以后，卷弓式，一，单手摆掌，身体右转，重心呢微微向左偏移一点，眼睛向右看。二，屈臂卷弓，眼看前方。三，前推后收，推到头前，五指自然分开，指尖向上，左手呢收到腰侧，左势，一转腰，翻手摆掌，二屈臂卷弓，三前推后收，重心呢仍然像起势的样子，平均的放在两条腿上，眼睛看着前手的指尖，指尖正对着自己的鼻尖。请大家跟在我们后面，随着我们练习。预备，一起势，分脚，举手，屈蹲按掌。二卷弓式，一转腰分手摆掌，二屈臂卷弓，三前推后收，四向左转腰，翻手摆掌，两个掌心都翻转向上。五屈臂卷弓，六前推后收，好，收势。请随我们再做一次，一起势，分脚，
提手下蹲，二卷弓式，一三手摆掌，二屈臂卷弓，三前推后收，四向左转，三手摆掌，五屈臂卷弓，六前推后收，推掌推在头前，指尖与鼻尖相对，后收收到腰间，手心向上，好，收势，做这个第二式要注意两个要点，一个就是要用力均匀轻柔，太极拳有句话叫做用劲儿像抽丝，动作一定不要急起急停，突起突停，而是要柔缓的均匀的轻轻的来做你的动作，动作到终点以后也不要挺胸直立，也要保持一点弯曲度，使动作显得更柔和。第二呢，要注意上下配合，太极拳术语叫做上下相随，这个意思呢主要是讲你的手和脚是上下相随，还有你的手和腰也是上下相随。在我们这个动作当中，腿基本上是原地没有变化，主要是两个手和腰的配合。比如说转腰翻手摆掌，转腰屈臂卷弓，再轻轻的转腰推收，推到终点也就是收到终点，不要推快收慢，也不要收快推慢，两个手呢互相不配合，腰呢要轻轻的转动，随着你的上肢动作很协调的，不要孤立的摆手推掌，摆手推掌，腰僵硬的静止在这儿。我们太极拳要求以腰作轴带动四肢，所以腰的轻轻的旋转会使你的动作更柔和更协调，两手同时到终点会使你的动作显得稳定完整。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三个动作，搂膝傲步，请看一下这个动作的完整示范。预备，一起势，二卷弓式，三搂膝傲步，
请随我们再做一次。一起誓，二卷公式，三搂膝傲步，大家再看一下我对这个动作的分解示范。三搂膝傲步，一转腰摆手收脚点臂，重心移到右腿，两个手交叉摆动，右手摆到右肩的外侧，手心向上，左手摆到右肩前，手心向下，左脚收回来，脚尖轻轻点臂。二转身出脚，屈臂收手。三弓步搂推，呈弓步转向正东。四坐腿扣脚转身。五摆掌收脚。六出脚收手转向正膝。七弓步搂手推掌。如果我们是面向男骑士，这个动作左式左搂膝傲步是转向正弓，然后右式呈右弓步转向正膝。请再看一次，一摆掌收脚，二出脚收手，三弓步搂推，四后脚转身，五摆手收脚，六出脚收掌，七弓步搂推。什么是搂推呢？左手经过你的膝盖的上方，由左向右摆动，叫做搂开对方。推手从肩上耳旁推到胸前，搂推是武术的动作的一个攻防动作的专门的术语。拨开对方叫做搂推，这种术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经常出现的。下面请大家站在我们后面分节练习。请大家预备站好，一起誓，伸脚举手，屈肩按掌。二
公式，转腰三手摆掌，二七臂卷弓，三前推后收，四转腰三手摆掌，五屈臂卷弓，六前推后收，三搂膝绕步，一摆手收脚，二出脚收手到肩上耳旁，三弓步搂手推掌，四坐腿扣脚转身，五摆手收脚，六出脚收手，七弓步搂推，八收势。请随我们再做一次，一起势，分脚，举手，屈蹲按打，二卷弓式，转腰，三手摆掌，二屈臂卷弓，三前推后收。四转腰三手摆掌，五屈臂卷弓，六前推后收，三搂膝绕步，一摆手收脚，二出脚收手到肩上耳旁，三弓步搂手推掌，四坐腿扣脚转身，五摆手收脚，六出脚收手，七弓步搂推，八收势。大家做这个动作要特别注意步伐的移动，太极拳要求迈步如猫行，就是告诉你脚步的移动要轻灵柔和平稳。那么出脚的时候要控制好重心，脚轻轻地迈出去，脚跟落地，所谓轻起轻落，点起点落，然后再慢慢的向前移动重心，成弓步。弓步的时候，前脚尖向前，后脚斜向前方45度到60度。随着你的后脚的蹬直，你可以后脚的脚跟轻轻的蹬短，然后两个脚放到最舒服的位置，同时要注意弓步的前后脚之间要保持一定的宽度，好像你滑雪一样，两个脚踩在两个雪橇上，这样重心可以平稳，不要前后脚踩在一个独木桥上，身体紧张摇晃歪扭，保持一定的宽度，大约是10到30厘米，这样会觉得重心很稳定，身体很放松。两脚保持适当的同向距离，脚提起来的时候也要轻提，这个时候体重主要放在一条腿上，
转太极拳收脚的时候，我们可以轻轻的脚尖点地，做一个辅助支撑，这样可以使你更容易稳定放松。摆手收脚，脚尖可以轻轻点地，然后轻轻的出脚，慢慢的弓腿推打，后脚跟扭转，使你的腰转向前方。中段位以上太极拳的考核不允许提脚点地，除非是有特殊的规定，其他我们以前动作当中要求的立身中正、身体放松、上下相随、手脚同时到终点，这些要领当然在我们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仍然要求保持体现出来。下面请大家看一下第四个动作，野马分鬃。一起势，二卷弓式，三搂膝傲步，分钟，好，收拾。请给我们再做一次。二卷弓式，